情创作的爱无疆。此下我是万万不敢相信。萌娃扮演小小医生，抓科技叫 CT 加电击，演技超到位。快快快，看看大饼，他刚刚晕倒了。姐姐，我看看。快点快点快点，不行了。不用再加油，上！该死了吗？大陆抖音上这位可爱萌娃叫默默，平时喜欢抓爸爸跟家犬大饼玩医生病人的扮家家酒，不仅有照超音波设备。你还要准备掏吧？哎呦我的妈！站直扶好，原来就好。不过让身边最佩服的就是默默爸爸手工制造的 CT 电脑断层扫描仪器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大家是不是也非常好奇 CT 仪器背后的完美运作呢？首先啊，是这个小小摄影机，像这样卡在上面，有哥哥负责来回转动，接着就是传送带，像爸爸这样来回拖拽就好了。主角登场，一躺下立马就进入状态了。接下来就是表演的时候了，自己抬脚，哎呦喂，进来了，开灯光，好嘞，起来，下来了。说啊，这个狗狗大饼年纪了的，可以送去上学了。而这个莫妹妹不只喜欢当医生，还喜欢当美发师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。彩妆师也难不倒他哦。哥，你是大艺术家，用真心创作的爱无价。我觉得很无奈呢。